的那个灰色片嘛，其实它也可以当做捡起来，但画质相对没有那么好。好，这是一定的哈，就是它，因为一般来讲，像我这台是200万，但是多数很多可能都是100万或者甚至30万的，尤其像那种手机的，有没有？大概就30万啦、啊、哈，所以这个像素就比较差，可能老师您看到画质就稍微差一点。好，好，那我这边我就先用影像的，好，先用影像的插入影像，我们来找，因为我这边已经放进来了。好，我们到这个影像素材。哎，老师，如果还未曾收过这个，请带回家，我送给你。哎，温故一下哈。那我们来看这边哈，那个婚纱的啊，假设这边好吧，全部跟起来，它就掉进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进来之后呢，这边。你可以自由调整顺序啊，哦，自由调整顺序大概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那么进来之后呢，你可不可以用一些它内建的素材？可以啊，你看下面有没有叫素材库？对，它有送你一些。不过呢，我们这边装的啊，我知道老师没有。哎，我们在装那个绘声绘影哦，现在我分两片光碟。老师这个是装了主程式，那个素材的那一片它没装，所以素材空空的。好，空空的哈，那啊，包括像18上不能装进去，就是那个，因为它现在有分两片嘛，所以老师您记得哈，如果您正常安装的话，应该是两片都装，不然的话，这样会变成只有储存式，可能您可以用的素材比较少。那您看哦，因为我本来想要抓一下那个里面的，我看范例影片素材的话。啊，哎，刚好这边没有，都没有啊，那没关系啦。好，因为如果有素材，你可以再丢进来，好，再就是用它内建的丢进来，那这边就可以再做一些编辑。好，我就直接先下一步。好，有没有？这个主题也会比较早哦。好，你看有相片的，有影片的，另外如果您是 HD 的影片，它有专属 HD 的，好 HD 的。啊，如果我切换到影片，点到它就套进去了，就给它play下去了。这个它会套上声音，好、哦，会套上声音板。好，那么您可以发现，就是说，如果你用影片的，它是像这样；那如果用照相片的，它实际上会帮您做一些的平移缩放的效果。好，有一个片头，这个没有声音差很多。我等一下把那个电脑的声音放出来哈、哦，有没有发现照片会有平移缩放？好，但是如果你用影片就没有，因为它是影片嘛，就不太适合这样移来移去的。好，好，那么您在这边呢，有几个地方可以注意一下，就是说，第一个，您有发现这有两个长得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，对不对？这一个片头，这一个片尾。好，因为我们刚刚在这里呢，老师可以看到，哎，这里不是有个标题吗？这不适合你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修改一下，所以说你可以移到这边，你只要移到这上面。就可以编辑它。好，我先从片头来哈。你到这边就先点一下，它会亮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咚咚就进来了。当然，如果你有需要第二个、第三个，咚咚就可以继续，不见得是只有一个字串了哈。那字的颜色啊、大小，事实上就由右下角这边来决定。好，那这个我应该就不用讲太多，因为这个老师大概都没有问题的，好，都没有问题的哈。好，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。这里也是一样，都做两下就进来了。好，这个过程里面，它还会顺便帮您加上所谓的背景音乐。好，加上这个背景音乐。那背景音乐呢？如果您不满意，您可以从右手边这边换一下。好，右手边这个我把它拿掉，比如说我自己增加一个。
像结婚的话，放这一首就怪怪的。所以有些哈、哦，可能要注意一下。好，比如说这是结婚的，首先是走，好开心，那放进来，那这样播的感觉就不一样。好，但是这里会导致遇到第二个问题，他用的那个声音我们是刚刚听起来刚刚好，可是用了你自己的，哎，你的影片长度跟他的声音长度不见得一样啊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现在影片的长度总共几秒钟，到最后面这里有没有？这里我们把它放大一点。好，我们在影片剪辑，您一定要稍微认识一下这个时间格式，这个十分秒有没有？那后面这个就是影格，如果老师您用过 Flash， 大概就知道有一个名字叫 FPS， frame per second， 每秒钟播多少格。我们刚刚讲的一开始那个影片规格，不是有美规有欧规，对不对？那美规的话，我们用美规是 29.97 或者是3啊，就是一秒钟要播这么多才算是标准的视讯啊，标准的。那如果是欧规的是25格，那如果我们看那个电影有没有大的电影，那个是全世界统一就是24格，就一秒钟24格这样子哈。那所以呢，这边你会发现它29之后就进一位，进一秒，好，进一秒。所以我们这个大概是51秒左右了，好，大约是51秒。可是我的那一首歌绝对不止51秒，好，那怎么办？您就可以来这边时间长度这里，这里来设定，好，来设定。不过因为我现在听不到声音，所以我先处理一下，给老师先找素材进来，先试看看哈，我把画面还给您。因为我们如果说哈，你照它原本的方式，就直接听最后面这边就好了。手牵手完就没有了。说真的，其实声音的话哈，大家比较敏感。如果是影片，不用播音量对吧？来加购物，大家觉得可能还好。怎样？声音不见，人家在心里面已经唱下去了。对，你可能感觉就哎呦，那不皮啊，请问他把派去，好，就有一些疑问。那所以说这个地方你可以选择两种方式，一个就是说，第一个它是以影片的时间为主，好，那你可以改变一下，比如说我符合背景音乐的节拍还有它的长度。那假设我音乐如果是五分钟，那么我的影片就变五分钟，它剩下的时间怎么办？它就是同步播放。好，就重复。那也有一个方式，就是说，它根据所谓的音乐的节拍，因为比如说我们都会一个小节一个小节嘛，当然它不见得会抓到刚刚好，可是你也许你可以稍微试一下，好，有时候刚好还不错。那我以这个来讲，你看到我把按确定之后，它重新分析，它整个长度你会发现不一样，有没有发现这个长度整个变长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确定说它整首歌会播到最后就刚好结束。好，这个是用快点听你的方法。那最后呢，如果都做完了，就可以下一步。那么这里有一个还没有提到，就是说，如果老师这里有一个音量，我现在没有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是视讯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说我的是拍视讯，那有背景音乐又有视讯，两个声音就会混淆。所以你可以自己决定说，是视讯的比较大声还是背景音乐比较大声，好，自己调整一下这样子。那最后呢，就从这边输出，好，输出，然后就看老师，如果用第一个就直接看你要什么格式的。那么一般来讲，我自己输出的时候我通常都用自定的，为什么？因为绘声绘影它有一个比较讨厌，假设你是用 MPEG 的，它这个有一个选项，你看这有没有压缩，也没有导致呢，发现它预设压缩品质是只有70，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，你管我拍的时候是很清楚，可是做完剪辑完出来之后，反而好像品质变比较差，主要就是这个地方，所以通常我都会把它调到100，就100%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避免说那个视讯变得比较差，虽然档案会大一点嘛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反正我们很少会剪一个小时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在做的时候跟老师分享，你可以从这边建立的时候来设定自己。好，我们就把画面还给老师。